柯玛。在看韩国柯玛的影片中，看见安利和如新，竟然也是在韩国柯玛的 OEM 厂商中，这家老字号的直销公司，化妆品部分也是找韩国柯玛代工，所以更显示了韩国柯玛的实力，也显示爱多美的化妆品确实是具备相同品质的实力。另外，我们也看到了 Sasa、Gucci、Unilever、李英爱代言的后等知名品牌，还有 DR、JAR、Welcos、VOV 等多款的韩国知名化妆品。从影片中，我们更知道韩国柯玛为全世界超过280多种知名品牌代工 OEM、ODM， 共有超过16000多种产品，可见得这家公司的实力是相当厚实的。也难怪许多会员用了爱多美的化妆保养品，都说根本就不输那些高贵的大品牌，反而更便宜更好用。而为何爱多美可以做到这点呢？除了韩国柯玛是爱多美的主要产品制造者外，更因为爱多美老板坚持绝对优良品质、绝对低廉价格的信念，以最精准的规划，让最好的品质也能够提供平民般的价格。柯玛的前身为1921年的密尔沃基，并以美国柯玛为基础，于1990年成立韩国柯玛 Comer 株式会社，隶属世界化妆品委托加工行业龙头柯玛集团，在美国、加拿大、日本、澳大利亚等9个国家拥有公司，研发、生产及行销网络遍及全球。作为专业的化妆品加工企业，韩国柯玛拥有强大的自主研发能力。1994年开始，以全球第三的地位被选定为 CGMP 世界优秀化妆品制造及品质管理标准制定公司之一。100年的完善研究成果，柯玛拥有20000种以上的处方，使柯玛可以因应变化并引领世界潮流。目前韩国柯玛排名韩国功能性化妆品第一，是世界上最早研究纳米技术、合成技术的开发企业，主要为香奈儿、兰蔻、蝶庄、兰芝、资生堂、欧惠等众多亚洲世界知名品牌化妆品进行委托加工、贴牌生产。产品包括基础化妆品、彩妆、洗发用品、香水、医药类化妆品等十余个大类，数百个品种。朋友们，不要再花冤枉钱在昂贵的保养品上了。你说，我已经在用很棒的保养品了，那你知道你用的保养品是哪家美妆企业代工厂生产的吗？全球多数的知名品牌都出自柯玛 Comer 代工研发的，不但有资生堂、兰蔻、香奈儿，还有 Dr. Jart、 Natural Republic、 Proya 百莱雅、 Misha、 后 SK2 等等，甚至一些直销品牌如安利、如新等等，都是出自柯玛美妆企业代工厂的。 Atomy 爱多美是由韩国原子力研究院持股 20.1%， 韩国柯玛 Comer 持股 79.9% 共同设立的。韩国教育科学部承认一号企业 Comer BNH 产品的流通公司。 Comer BNH 与爱多美已签订永久有效销售合约，省去中间泡沫的开销，用工厂直营的最低价钱，透过爱多美的平台，让消费者享受最高品质、最低价位的优良产品。同样出自柯玛的产品，但却是柯玛自己投资的品牌，你还要在外面买，多花钱吗？聪明消费者应该来爱多美购买优质又不贵的产品，把省下来的钱花在家人身上或更需要的地方，换个品牌试试看，用用看，因为爱多美真的物美价廉。此外，爱多美的存在，价钱贵已经不能代表品质好了，而且目前世界上也只有在爱多美里面有最高品质和最低的价位。好了，今天就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